Not sure if you know this, but when we first came, I got so nervous, I couldn't speak. In that very moment, I found the one and my life had found it. It's in peace. So as long as I live. 它松紧的那个效果呢，不是很好，然后这个机制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对这个的话呢，通常一般都来说是七年左右，七年以上是比较多。哦 ，OK， 啊，就是能够在一个飞机上，然后上天空飞，好看。在刚后面你看还是个这个条件上可以就是说当然想跟自己对哦你还是一样的不过可能你说你觉得有些不行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对你有笔的时候到时候就拍不起来那可能就是虽然说这个是笔说的对吧可能也是标花太重了对对对对对对看他这边口袋杯吗其实是冰丝哦 OK 如果你回家要吃 WiFi 的话已经可以了那如果你把这个袋呢放出来的话它就是会显得比较休息如果需要就是看起来比较正式的话就是像这样子就把那个腿啊那个背带给收着啊 OK 好十年之后，我们还想当初就是人猫脚的。当然，人猫脚什么？不知道还会不会说坚持这样去后。算一下，对我们的健康不信心，还是对我们的婚姻不信心？我不是对我们的健康和婚姻不信心，我是对就是我自己就是我蛮担心的，就是孩子们也不重视这个节日。孩子们现在不是不重视，是不懂。对，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将来还这么担心，只要我们坚持当真，能懂。你觉得我们小的时候？那就是你有哪个大人说你要重视我现在春天我觉得之所以重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放的假也没有回顾2022你觉得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最让你觉得很感恩的事情是什么最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是什么最让我感恩的是我们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的走完了，对我最感恩的就是。最让我骄傲的吗？还是我觉得孩子们的成长，还有我们跟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更紧密了。我们也在成长，不光是孩子成长，我们作为父母也在成长，这是我最骄傲的。最遗憾的是什么？最遗憾的是命运不是我所控制的，谈不上遗憾。